小小早。大叔满头大汗，人满头大，哎对啊，满头大汗。今天嘛真大杯，买三百。这样这样这样不对了，三百块少年谁吃得来乖啊，好吧？太平是固定礼拜六哦，我们昨天就在礼拜六了，不，昨天就在太平了，昨天就在礼拜六是什么东西？太平是固定星期六。办完啦，来两百。哦，三头两百块，请问是三头两百？三头就一个两百。等你太平，哦，三头两百，还大啦。今日好真大嘞，我想见你。来，三头两百。哦，三头两百。来，下一个三头就一个两百块，三头请问是两百块？四头两百块，请问是还是两百？两百。不客气啊，礼拜六哈，中山市场那边。好，两百块三头，下面吃两百块来头啦。四头两百块吃四头，三头就吃两百块。另外三头就吃两百，三头下面吃这两百块。三头两百，三头两百，现在就是三头诶。无啊，三头两百块无要吃啊吼，各位。来，我丢啦。妈，蛋嘞。来，好，蛋嘞，拍死，来。嗯，套丢，嘿，套丢公公啊，你干的。Hello， 我叫龙姐哈，套丢什么姐？套丢，哈，炒三杯水就是老最好吃。好吧，我了三三五买的好吃，最好吃，最好吃，我就无法能无法回来，见到啦。我讲这杯偌济五百，来四百，我就一个看起来吃套丢的哈，哈，这杯卖五百，卖四百啦，我悄悄调倒来，哈，两杯卖一千，卖八百。好不好？七八，反正大细尾拼无过，我即阵我要甲你讲水深少倒食来，吼，两尾卖七八开六百，五百倒五百块，即下头天我就是五百块，头天啥物食五百，吼，头天我就是五百块一片倒来，卖到收来好来，我就大只倒，水倒鲜倒来，我就是五百块头天啥物食五百来倒，五百块头天啥物食五百，来咩来无？我就单单两个话题啊，五百块头天啥物食五百，来咩来无？头天我就是五百块，有啥物食来无？啊，要食就是五百倒，头天五百块一片倒来。哦，这边好写你啊！我就是五百块偷天，什么菜？哦，五百块偷天，什么吃五百？不然咩来无？五百块偷天啊！现在偷天，我就是五百块，来吃来无？这个菜钱不会拢全包哦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菜钱不会。五百，现在就这啦。台湾的要加油，两百卖六百，三百都出外，再一个阿姨的，我就一个三百块，我三百，来，
要吃我招一个三百来就好来，我爱三百块才要吃来。有人要来无？我爱鱼，无要，一边就好。我讲打大只尔啦，来，哦，打大只尔啦，来啦，三百，来，哦，要吃一边就好来，三百来就好，我来大来，三百来啦，来，三百来啦，这边来。来，沙巴来啦！来，来，要吃来啦！我什么吃？沙巴来啦！单大只尔啦！单大只。沙巴哥，我什么吃啦？沙巴，我。来，阿青啦。哎，加一个啦，加一个。好。吴平达，那时间名叫吴平达。今嘛。今嘛系哦，来。来边，那边夹起来啦！来，三百上诶，三百，我下面只好就借三百块，我啊，我下面找诶，够无啦？我啊，三百块，无啊，我啊三百无啊，要袂？来，啥物啊？唔系你个高技术真怪，你讲台语就好啦，好听无？气死不要讲了。好啊，高压工，台语气死没要讲啊。他的气死呢？气死就好啊，没讲啥。外来语没有，没有台语。啊，不对，台语讲不出来。你讲气死讲不出来，两字讲不出来。观众哦 ，Hello， 季节啦，七三哥季节好食。等下我先讲一个哦，这一包十几条。嗯，我知道。燕春那燕春有处理。哦，鸡肉条，七十鸡肉条来。哦，这包我第三包，两包镜头来。有啊，做两三卖方寻故来哦，两包卖四百。春林早安。两包卖四百，下就这下。两包卖四百，开三百。哦，两包来三包啊，这卖方寻故来，三百二五来，两百多啊，两百五。两百来啦，下一只 ，KC 的鸡肉条。好来，两百，下一只，两百五啦，来，够无？第四个鸡柳条，两百招一个，下一只啦，两百，无啊吼，两百无啊，调回来。今天觉得好忙哦，忘记开抖音了，我现在要来开。来啦，观众好，好来，观众来啦，颜色色打针。来，好盐酥酥打针，讲了，你讲了，好不好？好盐酥酥打针来，拢重苦，拢重杀，无带头，无带刀的。快讲来，真好打，真好吃，规定特别高味，卖人讲白，一袋偌济，九十八、十一百块无重要来。好，三袋、四袋、五袋，好，这五袋就一五百，好不好？好，五袋卖五百，卖四百，我就一个来，三百块来，好，三百块，现在就白带，我就一个三百，好，三百我白带是吃的，三百，咱们吃无？一边走，快讲来，好来。三百块，想要吃就袂到，好是安尼啦。三百下到，今日袂带就吃三百块，袂带三百，想要吃三百。我问一下吼，白带谁吃的？三百块。等下我问一下，我们吃外无？袂带来就五万多来就好无来。三百，我招一个三百，无吼，我跟你讲吼。不多，我想要吃无？不多，咱讲八来，七叠三百，八叠三百，安尼好无？来九叠三百，四个哦，来十叠招你来三百块来好，三百，现在就剩三百块，只剩二三十块尔啦，八多啊！我招一个三百块，想要吃啊？三百，剩二三十名，咱要来无？八多鱼，三百，我袂难好无？八多鱼啊，三百。哎，你问，这只白带鱼哪只买的啊？啊，吃腻了哟。来，我问一遍哦，白带鱼三百块，什么整的三百？想要吃这个吗？三百块就一个头啊，三百。无哈，三百块我们才话哦，还没发，奇怪了。来来来，来，一路。来。来。这里。我跟你讲吼，还是讲这么吃侪啊？吼，这个是阿老无骨的鸡腿吧？我你等于用真的、用汤的、用钱的，知恁好无？无骨头的，安尼啦好无？无骨头的啦，安尼看较有啦，好无？吼，一个正平，一个做平，安尼好无？完全拢无骨的，啊，等于煮汤啦，啊真啦，用钱的啦，安尼好无？吼，钱的汤的真的炊的，知恁啦好无？啊无嘞，我讲七彩类炒三杯啦，最近是老煮拢好食，
哈，煮只姜丝豆油嘛好啦，安尼好无？哈，煮只三仔鸡香菇鸡，主要是要甲你讲啥，你敢知？好用阁好食，你知无？啊，叫咱袂收敛，动作拢厉害啦。我招在座几个镜头，安尼好无？好用阁好食啦。哦，这次问我十二个菜未？未来这次问我啥味？我讲吼，这次炒三杯安尼好无来？哦，一斤换一个八百三，我讲我招较用个就好啦，两斤两百啦，好无？三斤三百九，我招一个三百九三百五，好无？我招一个三百来就好啦，三百五小食菜我招一个三百块，人要来无？包骨头我招一个三百块，小食三百，人要食菜无？啊，三百块鸡腿，我招一个三百来。我就一个三百的，鸡腿想要吃三百块，四季三百一个来，鸡腿四季三百块，想要吃三百，有人要吃这无？鸡腿啊，四只三百块，谁吃的？四季三百，一边好，无要，四季三百，我们才话要。我问一下啦，规矩安尼讲好啊啦，你有人要吃这无？话要，鸡腿，鸡腿，无骨嘞。开始什么呀？这路也开始。来，鸡腿啊，阿姐，啊你要吃这无？就吃三百块，人要来无？鸡腿三百块，我招一遍就好。我跟你讲来，反正上好是跟你讲啦吼。这样吼，去咧冰箱冷冻备用都有啦。啊，真好用，啥讲要炒、要蒸、要炊、要煮汤在恁来三百就对啦。来，我讲来啦。哦，五斤三百块一个来啦，安尼好无？五斤三百块就一个麦啰嗦啦，你今日想要吃就较济咧，好无？哦，不要吃恁兜台戏安尼啦，好无？五斤三百。